现在我要下楼去拿个快递。嗨。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很暖和，非常的好看。还是跟朋友约了一个咖啡。嗯，还有抹茶。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出门穿搭，因为天气还蛮暖和的，大概是20度左右，所以我就穿的比平时稍微要薄一点，里面穿了一件薄秋衣，然后搭配了一件乳白色的针织外套。对，另外今天有在饰品上面下一些功夫，搭配了金色的这个耳饰，还有一条细的珍珠项链。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嘛，所以还是跟朋友约了一个咖啡再拍拍照。我打算再把我的胶片相机带上，好久都没有拍胶片日记了。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就出门见。点的是黑糖牛奶，今天没有喝咖啡。兔子点的是抹茶拿铁，对吧？对。哇，光好好呀，是吗？嗯，他就让我们走这儿进去。好的，看不到过去这边。来来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好多人啊，今天。哎，这边光好好啊！啊，好白啊，这边的光。Yeah。 嗯，好看。好看这里。哎，这棵树真的蛮好看的。对，而且那个里面那个绿色很好看。嗯。来吧，来吧。哇，这哇这个背景也挺好看的，就这背景好好看。这家店好可爱，我去逛一下。嗯，潮牌集合店，奥特曼。
怎么有点想买干花了？因为它就是很秋天，我就觉得对，是很金黄的感觉。买好了这把干花，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回去把它放在花瓶里。好大一坨。对啊，但是你可以吃几天。哎，你还记得北京有一个圆麦山丘？我就知道你会要那个，因为我也打算要那个。这个红豆要吗？嗯，还有抹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晚吃的芋儿鸡，我是香油碟，然后木子是原汤碟，原汤碟可能它被辣到了，啊，这一锅真的很色泽，很不错，给你拍，好，谢谢。有喜欢吃鸡皮的朋友吗？我超爱吃鸡皮，真好香啊！大家，我已经到家了，先来处理一下这一束花，就是把外包装纸给它拆掉，直接就放进花瓶里。我觉得秋冬其实就还蛮适合在家放一些干花，因为鲜花确实它养护的时间有点短，我得轻一点，因为它真的很容易断。拆掉包装纸以后好看多了。这样了吧。花花呢已经处理完毕，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快递，是一个 PR 寄给我的小礼物。正讲是这个品牌的，这个是一个香薰蜡烛。哇哦，我都好舍不得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包装的还蛮好的，反正它里面就是一个外形非常可爱的香薰，对，冬天家里面就要点一点香香的东西。还有一个杯子，造型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就是一个这种形状的酒杯，它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这里是这样子像纽结一样的。今年我也打算到下个月圣诞季给自己煮一些热红酒，然后就可以用它来装，直径还挺大的，真的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我还是先把它放进去吧。再来跟大家拆一下
这两个快递。我有一个朋友叫瑶瑶，然后是他的朋友在广西开了一家面包店嘛，就说给我寄一些来尝一尝。哇，我先拿出来一会儿给你们分享。最近的面包真的是够了，早知道今天就不去买面包了。这个店主姐姐他们真的还蛮用心的，面包口袋的质量也很好。这个里面是吐司，南瓜吐司，哎，我很喜欢。这个是椰蓉吐司，原味麻薯，核桃乳酪贝果，全麦贝果。这个是生吐司，还是一个海盐卷，五谷贝果，红豆乳酪贝果，果干麻薯，抹茶奶酪贝果。差不多就是这些了，真的是满满的一包，还配有专属的这种一次性手套。我觉得这个姐姐家的面包就还蛮对我胃口的，有颜值，而且种类特别多。对，我也去帮大家争取一下，能不能揪两位朋友，然后送上同款的面包，可以试吃一下。好啦，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就明天再见吧，晚安。早上好。你在干嘛？你是不是又拉反了？他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了，来。重来。OK。早上好，朋友。早上好。啊，我这个衣服巨起球，之前在那个一个韩国品牌叫鸡蛋，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当成睡衣。现在胸口得送过来，就刚刚我在那唱。那你涂这个颜色好好看。不，这个我要涂一支干一点。拍不到你的涂口红，我拿过来。好了，今天的妆容，把头发搞一搞。脸还有点肿，早上起来妆已经都化好了，然后就打算去给婷婷做早餐。刚刚叮咚买菜的那个配送员也给我打电话了，昨天我不是收到了很多面包吗，所以今天早上就把面包吃起来。说到就到，来了。哦，谢谢。哇，打开麦怎么打呀？就是这样，只能买一个是吧？嗯，香菇买了两盒，还有我买的橙子、小山楂，哦，有点想做糖葫芦、桂皮、贝贝南瓜，还有这么多应该够了吧？够了，这个肉。还有洋葱，他要做卤肉饭今天，还有每次都在买的牛奶。水，对，就这些。你把这个洗了。我给你来一个那个篮筐。咕咕是灵魂，咕咕是我的灵魂。简单的早餐就做好了，再倒一点牛奶。婷婷已经花了半个多小时备好了今天卤肉饭的所有的菜，等会就期待她做的美味大餐。这个是奶香乌龙茶，这有点多了。现在等茶叶再泡一泡，一会儿把它捞出来，再倒一点厚椰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喝，是婷婷安利我的，她说还不错。
好了，哇，好怕他搂出来了。哦，他就已经。你看，慢一点，慢一点，哎呀天哪！你要放低一点，你要放低一点，好像一朵云啊。染开。好了好了，听听听听，尝一下，来干杯，干杯，早上好。就很清爽的感觉，好喝。我刚刚又接到一个让我很开心的电话，就是我现在要下楼去拿我的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了差不多一周吧，我回来了。卤肉饭已经做好了，这婷婷第一次为我做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吃卤肉饭，不是第一次做的饭。这个很重要，它就很粘稠了，对，把淋在饭上就可以了。五花肉，嗯，好吃吗？好吃，就跟外面卖的味道觉得一样，就是有点甜。本来放冰糖放多了。超好吃，我可以开店了。我应该怎么教呢？哎，我随便教了，好吧，我也不太会。就这样吧，教一半，可以了，可以了。婷婷牌卤肉饭，我们那个勺子刚刚拿的太大了，如果拿一个小勺子就可以围着饭浇一圈，应该会卖相更好一点。我是一个不爱吃香菇的人，但是我觉得香菇这样做很好吃。啊，你不爱吃香菇啊？嗯。是不是觉得我一下子都长大了？为什么？会做饭了。就是疫情，是不是？嗯。疫情让我学会了做饭。And didn't think she noticed, but I know she caught my stare.饭里面的芋泥搅一搅，不然它全部都贴在那儿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做的这个芋泥，可能是水放的有点少，就是一坨一坨的。嗯，这不还不够稀。嗯嗯，太多了，我已经吃完了，朋友们，好撑啊！现在再把这一杯自己做的饮品喝完，就已经，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都。不怎么吃得下了，因为它里面就是芋泥嘛，还是蛮扎实的。我边喝还在边嚼里面的芋头。我觉得买电子产品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开心，拆箱的快乐。我选择的是银色的，拿在手里还挺有质感的。这个充电器好重啊。我要打开了，朋友们，哦莫，我今天要做的事情还挺多的，下各种应用软件，不知道这个传输会传输多久，
希望可以快一点吧。Hello 大家，我已经又折腾了一会儿我的新电脑了，下了一些应用程序，因为我之前也是用的 iOS 系统，所以对于我来说呢，适应的非常的快。然后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一些配件，这个电脑包深灰色的，右手边呢可以装一些充电器啊、鼠标啥的，我觉得还不错吧。这两块擦拭布呢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买新电脑的小礼物吧，他说还蛮好用的，左边这一块就用来擦键盘，右边这一块就用来擦屏幕，就是一块小方布。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买这种电子产品的，就相对于比如说衣服呀、包包这些，它对于我的吸引力会更大，因为它毕竟就是生产力嘛，而且可以陪伴我的时间比较久。然后我这一台小粉，它其实也陪伴了我很久了，是我在2017还是2018年的时候买的，我忘记了。我买它的第一年就是我开始正式在 B 站上面发视频的第一年。之所以换掉它呢，也是因为它现在的运行速度还有内存我就是有点不太够用了吧，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卖掉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还蛮轻薄的，尺寸也比较小嘛，所以平时就比较方便携带。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最近刚好买了它嘛，所以我的创作的激情会比以前更多了一些，就想说要把它好好的给利用起来。现在我要下楼去拿个快递，最近又到了一些新的衣服之类的，取了四个快递回家。先来拆第一个，是我买的一个小黑板，然后它分成了两个快递给我送过来，这个就是其中之一。是我买了一条黑色的裤袜，基本上每年都会买一条新的。我感觉好像有点薄耶，里面是薄薄的一层，买薄了。凭感觉选了一条裤袜，不过这条的话最近还能穿，再冷一点就不行了，摸着还是挺舒服的，还是留着吧。再来拆一个无聊的东西，也是跟工作有关的，一年级上册的语文字帖，不是学生要写的，是我要写的，因为学校对我们有要求嘛，就是每周都要练字多少多少篇。这个快递呢是我比较期待的毛衣，这件我觉得颜色非常的好看，我已经试穿完了这件蓝色的毛衣，就还挺适合我的吧。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很暖和，凑近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就是质量很好的样子。裤子的话我搭了一下直筒裤，直筒阔腿裤，它会比较修饰腿型，这套视觉上面而且也比较显高。快递也拆完了，今天下午剩下的时间呢就用来剪一会儿视频吧，我最近又找到了一些比较好听的歌，就想把它用在我的 vlog 里。今天出去开会嘛，刚好就路过了之前我点过的一家鸡杂店，点了他们店里面非常非常好吃的招牌菜，蛮多油的。哇，点的是一个小份，它里面就是酸萝卜加上鸡杂，还有一些土豆条啊、莴笋条这些配菜。回家路上我还买了一杯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好满足啊。真的很香，朋友们，差不多可以了。咖喱大虾，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菠萝饭也很好吃，还有我最爱的冬阴功汤，就是点小份就可以了。鸡杂真的太好吃了，超入味的，它魔芋，
잠못해나는아무것도못해주위친구들땐모두편히놀러다니던데还配了一点山楂，又有点辣嘛，我觉得还挺解辣的。我喜欢吃这种酸酸的水果。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太酸了，但我觉得还行。克莱因兰的衬底烧烤局终于约上了，颜色是奶白色的。When the bell